请各位委员、议员，然后非常老师，然后跟我们的高玉明秘书长一起诚心的跟三官大帝祈求，为关西的人民找到一个最棒的候选人陈玉婵来替大家做事。再麻烦我们的陈嘉煌委员，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个有很多好彩头的。这个象征意义。虽然我们在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新竹市有三席的议员，但是我们有一个党团啊，但是我们的新竹县只有一席，那新竹县民进党只有两席的议员，然后绿党有一席，所以可见这种本土派的这一个县议员在这个新竹县还是非常非常少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努力，然后也非常值得去开拓的一个选区。在一个陈嘉煌老师或者陈玉婵老师，他都会讲说他们的年纪比较大，像上次他讲说他62岁，你说就是说年轻世代，然后那这个热血澎湃，但是他的热情是从他的年轻，然后一直到他现在，他都这样的这个热情，这样的坚持，这样的理想。那我真的非常相信说这样的人，他将来进入县议会之后，他一定会非常努力的来为大家来做事，来为大家来付出，因为他已经用他的将近他的半生，去证明他的理想不是只有嘴巴讲讲。